晚上好，晚上好。诶，喂，是说我刚刚抖音少带了一个话题，等我一会儿下了播给它添了去。对的，我接发了，是不是就暴露了我生日会的造型？因为我现在头发太碎了，所以如果短发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看。因为之前就是结发的时候就打薄很多，我这个凳子略往那边一点。会不会暗啊？今天就是好偏黄啊。我最近业务比较繁忙，总会有微信进来。没有什么盲点好，这我开玩笑的。但是确实最近要去沟通很多事情嘛，然后所以就会比较多有微信。然后最近练习也是比较多，每天都抽时间练一下。具体练得怎么样？反正到时候你们看吧。其实我很努力了，我觉得，哎呀，每天都要练一下。我也希望跳得再顺一点，就现在很容易断片。你们有看我最近的抖音和小红书吗？这个口红就是我小红书上沉浸式试色的那个，我最近好喜欢。然后我又新入手了一个，那个比较艳一点，然后我觉得我生日上可以用。对呀，我头发又长长了，长得快吧？指甲嘛，指甲做了这个，很难讲，它是豆绿色嘛，就是饱和度比较低的绿色，就是比较显手白。什么叫一闭一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天天在这边说胡话。其实也不是牛油果色，牛油果色要它的要更偏黄调一点嘛。然后这个就是偏冷调，也不是吧，就是牛油果色会像黄绿色一点，这个就是。感觉像灰绿色，也不是抹茶，就是一个很难形容的颜色。谢谢你的礼物，就是绿色，哎，对，就是绿色，没什么这个绿那个绿。吃了，但是
吃的是，吃的是沙拉。那想说赶紧快点吃一口，然后给你们直播，然后赶紧洗澡，因为这两天本身就是睡得比较少，然后就是这个妆还是少带一会儿。我中午化了妆嘛，然后拍的那个抖音，临时叫我拍的那个抖音，然后我现学的，但也不是现学啦，就是之前也学过，就都忘了嘛。然后拍的抖音，然后练舞出汗什么的，其实对皮肤挺不好的，就想早点卸妆。有被可爱到是啥意思？对，我也觉得我，就是可以顺便直个播，跟大家唠唠嗑。为什么中分永远的神啊？YYDS，我知道的，YYDS，中分永远的神。我为了留中分，我可是煞费苦心啊！我之前留偏分嘛，为了马老师强烈的抨击了，然后我后面又留中分。他就说我这么土，他说是留偏分土。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留偏分呢，他怎么能以偏概全呢？他对吧？就比方说谁是中分啊，不，谁是偏分啊？那个谁是偏分啊？那他不是都得罪了？哎呀，真的不行。那当然我本身投入啊，就是怎么分，其实都挺难的，就无所谓了。其实我都不爱在直播上跟你们讨论发型了，因为中分的时候就有人说刘海好看，刘海的时候就有人问为什么不中分，然后我还能一天一变啊，那你都开心了，就你开心，我头发不要了，就你是皇帝，说话。贼有力度，就很 chill 嘛。谁是你婆婆？哎，我的妈呀！谁是你婆婆？谁是你婆婆？首先你这个，首先不说你抖机灵的事情，你这个关系就没有捋清。这生活常识不够。就让你的抖机灵显得尤其不机灵。
哎，我今天是不是太严谨了？出汗出的好像有点晕状，哎呀，算，没关系，没关系，都是自己人，都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哎，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电视剧啊？嗯，我也看了。踩空了，还可以，但没有太多时间去看嘛，可能是吃饭一会儿去看一下，有点好玩，但也就还行。啊，那个《扫黑风暴》也好像挺好看的，都是没时间看完，等我。生日会结束了，我把扫黑风暴好好看一下。就感觉里面的人演技都很好，但好像他们总时长也没有拍多久，就两三个月，就跟我们拍《唐小山》差不多。我头一次知道微微一笑是什么东西，但我 get 到你了。燃烧吧废柴还没有播完啊！我确实觉得那两个女孩有点眼熟。我知道这个剧也是因为你们在我广场上说话，说眼熟。那这样子吧，那我觉得就很那个了呀，就很方便了。你们可以看完那个剧之后，正好挺好像是完结了吧那个剧，你们可以直接去看《唐小山》啊，就是 前世今生的故事。我跟你们说，我们剧情差不多的，你们可以去看看，懂的都懂。剧情差不多的，不就是一起就是合伙干事儿嘛，就是斗争恶势力嘛，我们也有这个剧情，真的，贼努力。贼努力，我在里面弱不禁风的弱女子，也是很给力的，你知道吗？因为有超能力，超能力，超就是那个超，就是那个超，懂吧？毕竟我到现在没有演过什么没钱的人，就是都是有钱人。所以我很给力的，你知道吗？快看，也没上映呢，等上了看。我发现我自从唐小山之后演戏就都不戴什么隐形眼镜，我怎么忽然说到这儿？可能是我刚刚看我自己眼睛有点小，但是我跟你们讲，如果想当一个真正的就是能适应各种镜头的演员，就适应自己不戴这个。但是我现在说的非常的坚定且有立场，但是保不齐我以后为了美，你这都说不定。
但是就是我不是给你们讲了吗？当时发生的好玩的事儿就是，他们说我戴了隐形眼镜的眼睛里泛着诡异的光，让我当场摘掉。说泛着妲己的光，胖了谁胖了？我说的正在兴头上，我说的很认真，然后说胖了呢，我瞬间什么都不想说。那我这样瘦，我这样瘦，我这样是不是贼瘦？那我这样就是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直播一点也不好玩，所以我不乐意直播。就不愿意吃，因为天天怼我。不知道说点好话啊！每次一上我一直播，然后大家就开始憋劲儿，就开始说今天看谁啊，抖的机灵最能让张宇哥生气。我发现你们这就是你们的乐趣，就跟逗个什么小玩意似的。谢谢你的皇冠。我虽然没有瘦，但我觉得没有胖，可以吗？发型不一样，你没看我又露出这么大一块区域吗？区域确实有点大。我先按一按。哎，刚刚有人说我没，我往下翻一翻。刚有人说我美甲，夸的可以了，可以了。我差点又被踩一尾巴，我看到美甲俩字，它飘过了，我赶紧往上翻，我说是好是不好，要不好我还生气。知道我们每次做美甲有多辛苦吗？坐那儿一两个小时，连动都不能动，做这种最简单的款式，都是一动不能动，要把这个手放到那个又亮又热的那个蓝光里面，然后紫外线贼强，然后照个至少要照个十几次，然后拿做完指甲手都要黑好几天，有多那个，多辛苦。哎，有人说辛苦了，谢谢你，也没多辛苦。他就是很不容易的，挑色板挑眼睛都花了，你知道吧？我也没有精致到去做个指甲就要往手上涂防晒，但是精致美女都是那样做的，但我就是不精致，也不是特别的美，只能说我美的不是特别的明显，我是耐看型的。到底辛不辛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辛苦，可以吗？严谨一点。不，我美的不明显。我发现我就是现在的工作比例和我在团里的时候有所不同嘛。我之前就是在舞台上比较多，然后就是现在是拍戏啊和日常生活中啊见人啊沟通啊什么的比较多嘛。然后我发现我对妆容的追求有所改变，我觉得我之后分享的单品啊、化妆品啊什么的，也跟以前的需求不一样了。我现在就是更追求，就是社交距离内精致且自然的妆容，对，就和以前喜欢自己比较无瑕，然后就是对比度很强的那种妆容，就是。追求不一样了，那种是上舞台打灯好看，然后现在是日常，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会好看一点，就是，所以说，
有的时候我见我们现在成人就觉得，哇，好好白，我好黑，但是就是其实我以前也是会追求白的，现在就是追求白，但是追求白的和我脖子别差太多的白，不会是真黑了吧？就是说有点气人。我又看到一句，我没有真黑。挺气人的。你要女孩子对于白这件事情，我至少有200。自己在这自己傲气，我至少有200。我的手肯定有100，因为虽然你们这样看我不白，但是我跟大家比起来就会白，也不是大家吧，就是以前我 S 队可是白人不少。就是和一般人放在一起，我肯定不是黑的那个，那也不一定。现在白的人好多，大家都很注重美白，怎么都这么精致啊？我好有压力啊！谢谢你的夜蝶。哇，这个夜蝶一送，它就是自带那个，自带那个冷却，也不是冷却吧，自带什么功能？因为它这个圈圈就在这个镜头这里，然后我就看不着你们说啥。也挺好，多送夜蝶，我能歇一会儿。哦，对了，然后你们记得就是来我手绘的时候，就是自己在这里面想想什么有意义的话呀，也别太长，就一句话结束，或者是我自己列点简笔画啊什么的。对，你们那个，我到时候会准备一个衣服的布料。然后自带笔，哎呀，笔的事情，笔怎么办呢？看你的布料是什么颜色，你要准备什么颜色的笔？但那个笔感觉是不是有讲究？是不能，能不能蹭花？不知道，反正去的人你们就得给我留字。然后我拿它去做那个医院会准备了，好的好的，然后拿它去裁一裁做衣服，然后这衣服呢可能会作为我的打歌服，可能会在某个特殊的场合出现一下。这个我是很早这首歌发之前我就是有跟公司谈，然后。终于答应了，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搞起来哈。哎，找人帮你代写，那你挑选一下，你可以做个面试什么的。然后这个我真的要用的，你们不要瞎搞，你们不要就是乱画，知道吗？一定要严谨。
不要勾勾涂涂涂勾勾涂涂，如果写错字了，千万不要跟上面点一个黑点儿，知道吗？那都是我干的事儿，不要学我。我相信你们很多人收到的生日贺卡上都有黑点儿，那是因为我写错了。想当年我是那个，要不就是黑点儿，要不我就给你换一颗心，知道吧？所以心也没有那么好，因为心底下都是我的错别字。谢谢。可能有，我看到有人问我吉他怎么样，就是看不出，反正是老母亲的手，烛光里的妈妈。为什么绿色呀？就不知道。啊，知道。什么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服装里有一件有绿色呀，我忘了。对哈，我刚又恍惚想为什么选绿色来着？好像就选绿色。哎呀啊！当时是这么想的。你才憨呢，你是喜憨憨，你才是憨憨，你最憨。我的眼睛是掉下来就好。哎呀，我又在纠结这个事情。直播就是很容易看着自己的脸陷入这个沉思中。我好适合粉色。我适合粉色。好吧，也是，我没有什么太挑的颜色。我不爱穿小裙子。小裙子，万一在外面跨个栏啊什么的，不方水坑啥的，最近上海阴雨天。哎呀。说到阴雨天，就因为这个阴雨天，我报废了至少3双鞋。我不知道，就是和我同行的人，他们就是都会在那里就蛇形走位嘛，就这跳一下，那跳一下。我有的时候我在想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断片，我就会忽略他们在干嘛，就是脑子中就只能看到隐隐约约一个人的身影，就在反复横跳。我又觉得好傻，为什么要反复横跳？然后结果就是我一脚踩进一个没过脚背的水坑，哦，我才反过来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横跳，原来是在躲避水坑。但是3次了都这样子，最尴尬的就是，
最让人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我一瞬间还觉得人家很傻，但是傻的是我。反正等那个生日会结束之后，要好好的该送洗送洗，该干嘛干嘛。毕竟这段时间脑子就是不清楚。哦，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每天都抽一点时间练嘛，也没有说把自己练得非常狠，但是可能是。哎呀，可能没有年轻时候身强体壮了。就是说，今天在练舞的时候，感觉到了自己腿在哆嗦。我发现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以为我要说什么？到一定年纪就不行是吗？我不，到了一定年纪要健身，知道吗？要健身。等我生日会结束，我们健身得安排起来了。以为我在引导你们放弃是吗？过了25岁，大家就放弃自己的身材，不要健身，都去跟我健身。对啊，我知道默默最近在健身，但是我。很神奇，他就是以前我还说健身的时候，他就说啊、哎、算了算了，平时都这么累，然后就现在他去健身了，他都而还发小红书啊，那个非常他的小红书我看非常像个健身博主，那个肌肉线条那个块块就是可以，他有非常非常厉害的照片，就是。从上面往下拍，然后整个他在下面摆一个 pose， 非常厉害，非常专业。等我过段时间我要加入他的，因为他说健完身之后就觉得自己的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就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反正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一个是多睡觉，一个是按时吃饭，然后再一个是要。把自己的运动量提上来，这样的话就是体质会变好，体质变好了，万一以后有什么工作又睡不好又吃不好，然后又高强度的那个，就是就可以更好的去应对嘛。他还吃播，咋了？健身的人不允许吃播是吧？你咋这么多意见？你管人家干嘛呢？他什么都好，都愿意看行吗？那才是粉丝。当然不是说你们，你们可以提意见，但是抛开这些，不是说你们给意见，是大家都可以提一些建议，但是意见就不必了。哦，真那么多意见，你可以提醒你自己嘛，对自己严格一点，严谨一点，啊，让自己更加进步，就不要总去要求别人。我，别看我秀肌肉，一看又被吓到了。我精心经营的软妹形象，今天还穿了粉色，然后弄了这么温柔的中分 YYDS 是吧？是 YYDS 吧？对的，都 YYDS 了，哪还
就不秀肌肉了。肌肉 YYDS 不行，你刚才没说，你说晚了。你刚才没说啊？现在信号不好。你看你们就是知道就会刷屏，跟谁学的？我知道金曲的短发其实看起来还可以，然后你说适合我知道，但我就不，这不得慢慢吗？一阵儿一阵儿来吗？短发的时候有短发的时候的造型，长发有长发的造型，你感到啥就是啥呗。就最近我也在想说，要不要剪刘海？因为剪个刘海，其实能梳的造型要多一点嘛。如果就是中分的话，可能梳个什么就偏可爱的发型就没有那么适合嘛。但我想，我这个刘海留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留到这儿，好不容易能把它分到旁边去，我的头发又不是长得很快，我就不行，不能浪费，我必须留一段时间中分。那留就留一段时间嘛，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又想剪刘海，那我就剪了嘛。剪完刘海呢，我又那个觉得，哎呀，冬天了，冬天就穿毛衣，毛衣然后又有刘海，就感觉不是人不是很利索，然后我可能又把它分开，对吧？又拨开刘海，所以就是咋，感到啥是啥，就看自己的情况，不要去勉强。哪有可救药？我很珍惜我的头发的。卡了吗？可我连的是我屋的 WiFi。打算直播到几点？直播到差不多了。不是，我说不是说现在差不多，我说直播到差不多的时候。你能一下子说话说4个小时啊？你，那开始你的表演。你可以啊，那你肯定，你是个老师，你是个人物。睡播，你们都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平时都喜欢看睡播，你们是不是没事就搜什么什么小什么萌什么？哎，我不知道什么题目啊，然后就睡觉，是吧？哪儿来的词儿？没听说。哦，人家睡播我就一定要睡播啊！人家睡觉不打呼噜，我那个呼噜打起来，你们反正我觉得你们看不下去。睡播不适合我。
想看美女打呼噜，那你是对全天下人打呼噜都是一个声音，美女不会呼哈呼哈，不会这样打呼噜。有时你看这个人说吧，美女打呼噜是梦幻旋律。那也我刚刚也算模拟了嘛，你们就配上我的，我给你们点素材吧。就是我睡，那我你就想我睡觉是，好，这个睡觉的素材有了，然后听声音，呼哈呼哈，好，你们剪在一起。加油，肯定做得到，肯定可以的。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相信拿出你们平时剪我鬼畜视频的功力，就肯定能剪好。记得给我抠图啊，给抠到一个那种，就是公主睡的床里面那种城堡那种床，给我抠到那里面。啊，怎么这我们的那个视频组是官方接活的是吧？倒也没有接，不行啊，你们一点儿也不努力啊。一点儿也不努力，你看我都开口要素材，不是要素材，要物料，都不给。你看看你们，对我太差，你们就是在 PUA 我。我就得真的睡成那样子，是吧？不睡成那样子就不是美女。为什么今天的光这么黄啊？看着我黄黄的。我们口袋为什么没有调色温的呀？啊，怎么没有调色温的？那每个房间的灯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就是黄，不，我不是，我是粉色的。我是蜜桃皮，不，其实我后面自己又想了一下，我还是橄榄皮。没有，人在证实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要收集各种信息进行佐证嘛？先要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去证明这个问题嘛？要严谨一点，懂吗？就是说我根据更多的信息。就是看我自己，但是还没有完全，我有可能是那种不明显的蜜桃皮。但是根据我穿冷色，然后能可以涂玫粉色口红和
比较适合灰色呀、绿色呀、粉色呀，然后穿橙色可能没那么白，这么多多的条件来看呢，我必定不是暖皮那一系的，那我肯定就是冷皮那些，那冷皮又分了，很复杂，我跟你说。冷白皮、冷黄皮、冷黄皮里面又分，就是说冷黄皮就是橄榄皮嘛，橄榄皮又分冷橄榄皮、暖橄榄皮，暖橄榄皮呢里面有一个就是，不，冷橄榄皮，我忘了，我忘了，蜜糖皮是哪个系的来着？忘了。忘了啊，南美系，南美洲不是蜜糖皮，是蜜桃皮，不是你们自己去搜嘛，你们搜明白就比我厉害呀。有橘子皮吗？橘子皮也许是暖黄皮。你们给我点反应嘛！香蕉皮是冷黄皮，但是人类的皮肤会有香蕉色吗？我没看到谁有那么黄哎。那可能身体不太好，就是只是偏向哪边？哎呀，不说了，有点累了。无所谓，你爱用什么颜色用什么颜色，知道吗？人化妆就是化个开心，自己觉得自己美，你就是美。没有那么多分类，那把自己局限，你知道吗？人不能局限自己，就像我昨天说的社交恐惧症，你不要一开始说，哎，你好，不好意思，我社交恐惧症，请不要跟我讲话。那你让别人说啥？就是说人不要局限自己。你如果真的是社交恐惧症，他会感受到的啦。不用你说就能感受到的啦，像我从来也没有说我自己什么社交恐惧啊什么的，那为什么握手或者说这个词频繁的会在我的耳边出现呢？但我现在有好多了吧？那个早期出现。我有说过吧，我说过，我可能忘记了。哎呀，我哪能事事的都记得呢？我1年365天。早期的惊恐小鹿眼，我现在也可以惊恐小鹿眼呀。谢谢你参加我的握手会，是吗？你因为什么什么作品知道我的？啊，谢谢！为什么要抖衣服？谢谢。
谢谢你，然后希望可以一直支持我，耶、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虽然我这个样子很可爱，但是人就是会慢慢变得没有那么可爱，就是会褪去一些孩童般的可爱，就是变成大人的一些那种感觉，所以也不要就是太那个了。其实真正可爱都是在细节里面，相处的细节里面。像我，不会觉得一个人就是我爱吃草莓蛋糕，就觉得他可爱。可能是他有的时候，某个小表情啊，或者是他是很善良的人，他的某些举动啊，或者选择啊，做法呀，应对呀，我觉得这就是成熟后的可爱。但不是说吃草莓蛋糕不可爱，可爱的人可以吃草莓蛋糕，大家，我也爱吃。对，草莓蛋糕 YYDS 不，比草莓蛋糕更低，YYDS 的是栗子蛋糕。不，栗子蛋糕差点意思，最 YYDS 的是开心果蛋糕，开心果味的蛋糕。就是它又像草莓味，然后又有一点点坚果的那个味道在里面，就好好吃。我不喜欢吃榴莲蛋糕，因为我们北方人从小吃不到榴莲，你知道吧？生活环境决定了喜好，就我从小不吃榴莲，所以我到现在虽然不讨厌榴莲，所以也没有很喜欢。啊，我们平原的孩子啊，我是平原嘛，反正北方那边，我们平原的孩子啊，都吃不到榴莲啊，不像你们，也不是，现在肯定有啊，小的时候不太流行这个。那哈尔滨吃什么水果？其实我最爱吃草莓，但是哈尔滨的草莓也不是很好吃。最爱吃草莓、菠萝，但是菠萝也不是很好吃。苹果好吃，喜欢吃苹果，喜欢吃黄色的苹果。那我觉得好吃的水果，然后以前我们那边有香瓜。就是大概这么大，也是这么个形状，就一条一条的，就是绿的也有，黄的也有。然后咬开之后，里面是沙沙的口感，里面有好多籽儿，
还有那种纤维，像橘子纤维一样的，不是不是，就是像哈密瓜里面那种纤维丝。你们叫菜瓜？我们确定是说的一个东西吗？你那个是不是丝瓜呀？对吧？菜瓜就是，我觉得我们说不是一个东西，我们那是甜的，贼甜水果，怎么想也不会把它想到菜那边吧？真的，真的假的？不是羊角蜜，羊角蜜也是我到了南方我才知道有这么一种水果。然后我头一次，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好吃的那个，然后你也买的那个，就那个南方水果。芭蕉不是，是芭蕉，海南的芭蕉，不是芭蕉，香蕉不是广州才有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在课文里面有的那个，不是芭蕉，不是蕉，它是，芭乐，番石榴，对。我去年前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头一次吃到番石榴，哇，惊为天人！红的好吃吗？我觉得绿的好吃。我不爱吃石榴，石榴没什么可吃的，我觉得。但我们北方有石榴，就是一个水儿嘛。我们要吐籽的，你们不吐籽的。对呀。现在有软籽的，哎，现在有能吃籽的，红的那种啊，没吃过。那石榴本身有味道吗？没有味道，它就是甜的，水，酸甜的没熟，不可能。对，我喜欢吃雪橙，我妈提醒我了。我喜欢吃雪橙，血橙没有血这个音，你知道吗？那个字，只有血液的血和出血的血，就是两种念法而已。血橙就是里面有红血丝的那种橙子，很甜。而且吃橙子不上火的。吃橘子会上火，吃橙子不上火，所以你吃多了也没事。吃橙子不会变黄吧？哎，可能会变黄。其实你吃什么，你都会相对的吸收一下那些颜色的色素。对，但橙子有 VC，所以挺好。橘子会，橘子吃完手都会变黄，所以精致的女孩呢就会拿纸巾剥。但我觉得，既然你选择了吃橘子，你就要接受你手会变黄的这么一个附加条件。所以我从来好汉不用纸。你们都太精致了，我不行。我其实没有那么精致。
是那个意思就行。不用，非要说我最精致。哎，这样子看来就是短发，快，短发控，呵呵，快瞅我两眼，这样看起来就是短发。我本来想说这次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它剪成 Lisa 同款，但那个发型师说，就 Lisa 同款，发型师说你现在这个头发太碎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剪 Lisa 同款，因为我最短的才这么短，最短的，对，我最短的才这么短，根本就到不了脖子，所以他至少得这么长嘛，我竟然连这么长都没有，绝了，这个阑尾呀，剪了阑尾真的不好改头发。所以就是接了，然后让它这长一长，说不定我拆了，我就是 Lisa 发型。我太忙，我这都是太忙，我不要，我相信没有几个可以躲过我的太忙。最近太忙，在我旁边的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就是有变得比较愿意配合我。那之前他们不是会这样子，现在就不打招呼，对，不怎么爱打招呼了。现在有变得比较乖，怎么啦？有人叫我 Taco 姐姐，我现在很容易让人家叫姐姐。你们真是看造型的。但我现在可能，现在出去啊什么，他们都会，比方说什么店员啊，都会问你是不是年纪还不大呀？你我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那个怎么怎么样的，给我推荐什么产品什么的。我都说不，我自己挑选，我知道什么适合我。想看着我好像比较稚嫩，想要给我推荐产品，不，我有自己的想法。当然，这种也挺好，就在什么不利条件下，就是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儿呢？哦，是是是，我是孩子。当然，我没有真的这么干，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下耍赖的思路啊。相信你们在应对很多事情上的时候呢，可能会纠结一下。
哦，对，还有这种说法，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懂事儿呢？哇，这句话把两个路都堵了，可怎么应对呢？快让我想想，那只能两边堵了。我这么大也没有你大，我再不懂事儿比你懂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对，只要你这么说，你可以获得80%的可能挨揍。获得成就，鼻青脸肿。今天化眼妆了呀，我的眼线画的这么的高调，当然比我平时已经是确实浓比较多，因为我现在也不喜欢画眼线，我喜欢那种一笔带过。我现在就是化妆台就，现在眉毛上这样子，我在眼睛上这样子。然后腮红这样子，对吧？这样子结束，然后涂底妆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非常的不精致。我现在有，我当然，我已经比我刚回来的时候胖了挺多了吧，胖了4斤左右。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胖的亏损的那一部分，我没有胖啊！哎呀，完蛋了，我把我自己撅了，怎么办？我刚才说我没有胖，我真的生气发脾气。面对不同人群啊，什么人听什么话啊？但是这些特别真心关心我的，我就说我现在身体已经比之前健硕了一些。但是如果说你说你胖了，你吵，我不胖，我不吵。你们就选择现在听一下。是吧？怎么就救命了？怎么就救命了？是不是看到我的发际线觉得太美了？胎毛待剥，小头发待剥。不是，你们现在看到是我的呆毛，呆毛待剥。快和我的呆萌打个招呼，say hi。呆萌也说：“嘿。”呆萌有名字吗？问我呆萌有没有名字？来，我告诉你，这根叫小明，这根叫小红，这根叫。
叫王芳。哎，为什么只有他画风不一样？王芳好看一点，好像确实王芳那一根略长，说明身形颀长，就是说比较清秀，确实。哎呦，我的腰疼，现在可能已经来不及去按摩了。最近的愿望是可以吃日料和按摩，但时间总是赶不上。我决定了，我生日会那天要戴个大美瞳。漂亮，我不要戴无效美瞳，要戴就戴最大的，要不就不戴，要戴就戴最大的。其实我最大的就是我校花二的时候，那个时期是我美瞳戴的最大的时候，再大就不行了，再大可能整个眼睛全是黑眼圈了。那个戴到了14.5，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大概我这么大的眼睛戴14.5，大概是个长这个样子。嗯，如果我戴13.8的话，就比我自己的眼睛小一圈，所以我如果要戴个无效美瞳，大概就要戴到14或13.8，然后如果想戴有效美瞳，就是14.2和14.5，你们听得懂吗？肯定有人听得懂。你们不戴美瞳吧？哎呀，切！哎，但其实也不能说14，不能说和眼睛一样大就是无效美瞳。其实有的花纹如果会更加的，怎么说，让你眼睛更有神的话，其实也是有效的。不要被我的这种上舞台的审美所带跑哈，其实日常生活中还是小一点比较好看。14.5眉和那个14.2差多少啊？不过你只要掌握方法，也不会戴不进去。但是14.5在生活中确实是夸张的，特别是14.5的纯黑美瞳，哇，好可怕！就会很像那个有触角的那个超级英雄。那个主角一直在唱那个 funky 的那个，不是毒液，是毒液。
银河护卫队里的，对，那个女的。就得就是那个感觉，螳螂女。乔家的儿女确实，我听说挺好看的。等我过两天看一看。有人提了一部剧，就是我有略看了一点点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顶楼我一直没有看，所以我虽然知道它有很多梗，但是我没有看。据说周生如故很好哭啊，那要不要看呢？我本来听说是暑期档。唐小山就会播，但你们已经开学了，我也不知道。但我主题曲已经录了，那首歌很好听啊，我光干声发给我的朋友，发给爸爸妈妈听的时候，大家都说还不错。我说那首歌啦，不是我唱的，当然我唱歌也有进步。你们可以到时候去听一下，我现在修完之后会更好听的。干声肯定是不能放困了。生日会的时候，Heaven 会一种形式出现，它会出现，有可能是表演，有可能是其他的形式，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相信你们会喜欢的。好啦，也说的差不多了，然后下次见面见我的脸应该就是生日会的时候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呢，好不好呀？一定要看，给我搞点播放量。搞点播放量哈，现场我就算那累了，在那里说不出来，你们也捧捧场哈。每年都要嘱咐的，今年也不例外哈。拜拜，那就下播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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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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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